师尊也是从阿弥陀那里来的。你看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本身的对话，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跟悉菩提本身的对话，都是有根源的。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啊，是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本身的对话。在心经里面呢，心经里面呢，还有观世音菩萨，还有舍利佛，还有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这释迦牟尼佛是依着因缘来讲经，依因缘讲经，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一点。